也挺客气。哎呀，这货东西，我也长得小。不是，也鸡蛋那人乱抢，他不感觉这。想到这个天爷民警多好，也帮忙。啊，那边红的，这边，反正马上都变黄灯，现在。啊，这基本上都变黄灯了，反正没最后几年了。小村民帮他治治吧。不要抽着看，再看，看这是俺老弟的，他主要就是有他的好，这刚才咱那弄了，啊，那我先吃饭菜吧。管吃不管吃啊？咋不管？咱搁这炒了都能吃不能？不是咱这不能吃。吃吧。你到过之后，又给他清理了。对。